龙李威廉，杜甫。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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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当年我常常在齐王家里看见您的演出，也曾在崔九府邸富丽厅堂多次听到您的歌声。现在正是景色秀丽的江南百花凋谢的季节，没想到在这迟暮之年落花时节又与你相逢。诗用四句概括了开元巨变，尘世沧桑，语言极其平淡，内涵却无限丰满。前两句叙述诗人回忆年轻时在洛阳与李龟年相见之事，暗喻昔日繁华已成过眼烟云之叹。后两句叙述在暮春时节相逢，落花二字包含着不胜衰老飘零之感。全诗抒发了作者对唐王朝盛衰变化的无限感慨。